用乡长哈，我们陈营长陈乡长，谢谢哈，乡长来对着呢，咱背团哈，叫你要齐齐旁听呢，叔叔，红包几多包？来，我们台上呢，继续呢，来邀请我们的水姑娘小提，来为大家带来我们轻松的乐曲，来自我的好朋友。Thank you.
再次送给我们今天的才子佳人，来现场所有的亲朋好友，现在我们才子佳人在送客区这边分送幸福，分送爱，也提醒大家哈，稍后离席时哦，咱在厝家人摕到甜甜的糖啊，好朋友，咱来离席的时阵哈，咱来去领哈，咱糖啊呢来个吃甜甜，慢慢祝福呢，咱来在厝家人未来的生活会当糖甘个甜甜哦，所以提醒所有的嘉宾好朋友，三罐这边。你是用讲的，还是用你的？接下来带来《好好爱我》。到底咱两个来了？